排骨肉有吗，哥？排骨肉今天没有了，卖没了。没有了。啊。五花多少钱一斤呢？23.9。23.9，哪块好啊？这，这不会挑啊。哎，这五花没有了，哥，就这两块啊。刮就买肉，都存点，听说。饺子皮儿，多少钱一兜？4块呀、啊。这一兜多少个呀、啊？来一兜，这玩意能冻吗？啊？能冻吗？搁冷藏。来2兜吧。买了一条五花肉，买2根奇虎。削我80来块钱呢，那没办法，孩子想吃饺子了。上次在走市买的肉便宜是便宜，也19块钱一斤，回家呼呼熟啊。那点剩点还在冰箱里冻着呢，我吃吧，别孩子吃了。买了2袋饺子皮儿，消费我差不多100块。买完肉，然后饺子皮儿。送家去了，中午老婆给儿子包饺子，我出来吃碗板面，朋友们，买了一碗板面在公司吃。吃完饭给媳妇发货去。哎，吃完饭发货。一个狮子头，一个肠，一个小碗的板面，14块钱。咱这工作室真是不冷了，朋友们啊，真是不冷了，我穿背心了。但你要是不吃这个热饭的话，平时在屋里面还得穿件卫衣啥的，穿这个热的热面条。他不行，穿多了出汗呢，出汗不得劲儿。大白梨，吃完饭得睡一觉，睡一觉发过去。肠在底下呢。
便宜的肉，朋友们，宁可不吃都不要买，真是这样。买肉真的不能图便宜。上次我媳妇买的肉做红烧肉，三个小时才整烂。出锅那瘦肉丝贼粗，但那肉吃着倒挺香。那炖不烂呢。那门市店，你看，咱上次买的肉是19，这是23.9块，贵几块钱，对几块钱才踏实。回家怎能整烂呢？是不是？哎，这咋还一个蛋呢？还有一个蛋呢。